这怎么弄？大家好啊！昨天啊，我在报纸上看见一个那个消息啊，在那个《世界日报》的娱乐版上面有一条，就说那个美国的这个歌星啊，小甜甜啊，他要什么，要在他的两个儿子被那个他的孩子被美国禁止了他的抚养权，现在他要到中国大陆去领养中国的孩子。这个时候，我突然想问一句话，就是说，有哪一个就是说中国？你给赵国不会说中国人在美国人领养孩子？小孩子，所以这一点就看出来了，就是说中国我们的中国政府啊，对我们的这种儿童啊，这种就是说这种对待的这种政策啊是不对的。为什么？你看这几年啊，中国政府就是说被领养的这个孤儿啊，已经达到了5-6万，每一个这个儿童啊，就是政府要收这个美国人的钱啊，大概将近是10万美金，这样算下来有1亿的钱了。而且这些儿童主要都是达到这个福利院里面的儿童。然后你想想，这个小甜甜作为一个美国的歌星，他这个各种行为非常出轨，他的孩子已经被美国政府禁止抚养了，他居然就想到第一步什么，就是到中国去抚养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中国的政府才会把这种小孩子的这种不在乎，把他当作这种类似于商品一样的去博得这些就美金也好，或者说去博得这些国际这种影响也好。我认为这种事情是值得我们关注的，也是我们政府中国政府做的不对的地方。我们大家应该做一些禁止我们的声音，在我们这个地方来呼喊一下这个事情。好，我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些。你怎么这样还在这样定呢？